今天下雨啊，昨天我们这里降温了，今天下了一天的雨，刚刚又跑过来拉了个豆腐渣，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拉这么一车。现在豆渣都是这种机器做出来的，所以那个水分呢、很干，不像以前做的那种豆腐渣，以前的很稀的，现在都非常干燥，含水量比较低。上回有人问我豆腐渣要不要发酵，我们的豆腐渣拉回来之后就直接喂牛了，没有发酵的，只是说有些没吃完的吃不完的，比如说我今天拉的比较多，一下子用不完，那我们就会把它储存起来，只要密封。我买了那个很多那种胶桶嘛，这样把豆腐渣放在里面把它密封起来，就可以保存几天是绝对没问题的。